阿弥陀佛，早造业多念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我今天去大妈电脑的过程已经写在这里了。那个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人传讯息给我问 VB 内，虽然 VB 内我几乎没有碰，我是直接 VBA 去摸一下 Medium 内。虽然买了一本书 Visual Basic 2010都没有看完，直接就跳到西夏北末没多久，2017年，今年是彻底从头啊，乖乖的这个学这个习家家啊，各位也看到啊，马上开学在即了，我大概也是继续我教书其次了啊，我还是要持续我这个学习，我连中研院那个时候都先搁着了。就打游戏有空就做，然后因为那个计划也结束，反正我就负责把人家那个做圆满。在继续之前呢，这个要看这个怕泄露人家的隐私啊，就不看，收到那个在 Messenger 收到的讯，我已经复制下来啊，准备开始这个，那这个推荐给大家，在这个刘志磊大妈电脑，你有电脑，然后你也在我们这，你看我天母都过去他新店那里，因为真的是很实在的啊。你看我今天去给他，他给我拆去清一清，喷一喷，然后换一颗大的电风扇，他说有声音，我都还没跟他讲，就好像你今天拿车子去保养，然后老板跟你讲哪里有问题啊，我还没注意，他说有声音，我是没注意。他给我换一个电风扇，这样他说要拿多少？200，这样才200块。我怎么好意思啊？我好歹也至少要给你500块啊，对不对？你还把我壳拆了，硬碟也换了，硬碟也拆了，然后拿去喷喷喷。虽然没多少功，当然最重要是我们不常去了。你看，跟他买电脑买了2年，我给他信。隔了2年了，这个应该没有隐私的问题了啊。大妈电脑他有 LINE， 你可以到他雅虎奇摩拍卖就知道他 LINE ID 了。你看，因为我看上一次跟他通信嘛，已经上一次好像就是这个时候，差没几天就满2年啊。那时候还不是我的问题，是好像之前女朋友是要一个笔电啊，然后去问他有没有啊。可能一年前还多少，我记得还再早一点，又过了一年，这电脑几乎都没坏。说真的，我是说老实话，不是把狗腿或怎样，我还一直希望哪一天去。那最近萤幕，各位也看到我换萤幕了，可这是因为家里还有另外一台电脑啊，都没用，拿过来现在萤幕换这个。本来那时候就想到啊，拿什么机会去他那里哦，就是。这个荧幕又荧幕又了啊！今天终于，所以这一次其实硬碟坏了，我还有点。当然我已经默认硬碟菩萨跟我们缘已经尽了嘛。那这个硬碟还不是全新的，是那时候良品，他给我装，其他好像都是新的啊。只有这个，因为你看用了至少3-4年，应该绝对有2年呐，不知道3年还是4年，甚至可能更久，我没有去查。对啊，几乎都不要说坏，连宕机都几乎没有宕过。那时候我在学这个虚拟电脑 Virtual Box 的时候，自己操作不当宕了，好像1次2次。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现在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挂资料碟的情况来跑的。你看我的低槽整个都空了，没有低槽，低就 data。原来各位也看过，可是我又备份到另外一个，现在是在 P 里头。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千绿的灾，就是我咱们以前读书的重镇，最重要就是这一个。那时候 U 还是什么不知道？我另外还有一个 L， 最近 L 是备这个虚拟电脑，所以也都还好。你看还是跑得那么顺，完全不跟你讲，你根本都不知道我硬碟坏，而且很重要的，虽然现在对我没那么重要，以前是要命的啊，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都是，现在是几乎没有在
那个，然后现在自己重心就因为也不打算教书了嘛，大概就自学程式语言。然后我自己当然国文嘛，本科的我还是，总之跟语言有关的，以后不一定还会学外文，可是应该是很其次的，因为我们也没打算出国或者做国际交流。最主要可能程式语言、电脑语言我们会多学一些，只要有机会，至少先把 C 加做好。然后好，言归也不能说是正传这个，那他既然要。不会吧，2017还有更新啊？他既然是2017，现在都2019，他竟然还有更新，是不是安全性？只要这样了，那我要用 VB 内的就要用2017了，就不能用。那学校现在这个云端就不给力，我也不想再重开机了。它竟然有分歧，希望不要太久。哎呀，你看它要关掉。这也关掉好了，要干扰它。我怕它要重开机，也没差，正好是。那我们看一下它问题，我看了一下，我还可以处理。可是我最后我会介绍几个。可以去问问题。他说这个文章很少，不会啦。他好像还是大学生。我先存一下了，万一等一下万一怎样，还可以。对吧？没有特别学了。这个我这是我本科的还是可以问，这个就没有必要。我记得在 VB 内里头，它是有一个引入就好了，不需要 create。引入之后不知道怎么弄，我看我之前的程式，这样也可以啊，一般也是这样写这比较像 VBA 的写法VB 内好像不需要这样。它是引入一个参考资源之后，然后好像是 using 吧，这个没有必要嘛，这个已经拍下来了，因为这有人家隐私的问题，那我也把他这个是没有隐私的问题的，都给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内容是这样，这个也是我最也不能说最擅长的本分内呢，我专门干的就是。那像我这个要处理 Word 字串，你看我，特别是这样，我看 System Supervisor 要应用这个类别，看这 C Sharp 的，哈哈哈，对哦，这个是 C Sharp 的，来写下 using，然后记得还要引入那个，这个因为没有用到 Word，那么阿弥陀佛，好啊，我看我的那个 Snappy 有没有存档。A B 内，没有 V B 内，只有 V B，一直在写的路径中。参考，你看我们 C 加加就知道什么叫参考。这一本书我有买，那时候可能是看书的时候，对，看书的时候学的。基础笔记。那时候去跟仙母老佛爷去讲 Casco，
Costco 啦，听说是美国人，他们是念 Costco。哦 ，Costco 好事多，那时候还拿看那个书的。那现在重要的是他如何引用的 Word。奇怪，我 VB 啊，刚好我底槽资料都在底槽毁了嘛，可是还在这里还有，那个应该潜力的在里头有程式设计的，程式开发还有我 VB 内的，两岸用语对照，哎，可是这个好像没有用到啊，可是那个是西夏。帮黄老师写的，哎，我写，反而 ，get up 几个 example 那么多 ，VBA 的好少，不是的。两个用语对照好像没有，哎呀，这个还 VB 六写了，哇，没有，哇，可能。啊，西夏十座的还比较多。那时候为了，还是问了周爱民啊，周公的周。哎、欸，这个就是用，可是那时候是用 VB6 写的。可惜，对啊，那还很早期，看那个2018都不对，都备份了。我看里头的档案，2012，都是 VB6，哈，这就一定必要去读到。Word 的东西了，好了，这么好，好，那你关掉，不用重新去。好，我想一个，首先我知道的是，一定要先，啊，我们就以他那个名字吧。那这一集我们就，哇，这也是，这就今天。啊，这是我低潮坏鬼的时候，撕裂检查，死掉好多档案，那时候可不能同步啊，还好那时候没有做同步，我都备份了，所以他今天问我说，那颗硬碟要让不要啦，要干嘛？反正我备份在新的买来的再扣回来啊，我也托他们买啦，我很相信他们，被赚也应该的。嗯，你看你做生意做到这样就好。你看他今天赚我200，我好像给他350嘛，多了150。他说150我要找，我都不要，真的不要。对啊，你要做到这样嘛，人家都觉得你要的太少，不好意思。对，我们又不是穷到那样，虽然我现在真的很没钱，可是想想如果常去，当然受不了，对不对？哦，假如下一次也要一两年之后，那这150要少，对不对？也是现在没钱，偶尔给我。给他500，我都愿意。那1000都还可以嘛？1000除以2年，一天才多少钱？好，我们就用这个。然后，我要干嘛？哦，时间走了，我们这一集时间走，没、嗯。VB 内试做，因为他有这个需求 ，VBA 存取 Word 的一串子，VBA 读取 Word 的，并从中截取字串。
所以这时候要开心的咯，心生专爱。我们用主控台的哈，不会吧？有什么广告？我没电了，刷卡通知哈。那个今天去。控台应用程式 VB， 嗯，我们主控台的应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 Net Framework 最新的 4.6， 好吧，Console A， 读取 Word 并这样啊，说读取 Word 并从中截取资产，啊，截不是这个截了。台座，嗯，哎，这是 console APP， 嗯，然后这个我得先存在我们的 V 开发程式里头，嗯，如果要储存的话。它直接要贴 module 可以啊， module 可以直接储存。那这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先引用 Word 加入参考。你看我那么贴心。好像是 COM 吧，是吗？这个是 SZ 加入参考，然后是这样的话 ，Word 的物件你才可以用。这样参考就有它了，啊，然后 main 是程式的执行点，啊，你就可以 main 这里头执行程式了，啊，读取一个 word， 这里可能还是要，这不是 include 这是什么？module 前面一定要有一个 include 还是什么？嗯，不是 include， 对，我得去 import， Microsoft Office 这个 Intel Option Word。那 VB 不用打分号，一定要引用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用 document， 啊，这时候这个是 Word document， open， 然后，如果用别名的话要怎么用？没有优先。要问 Google 大神 ，VB 使用别名要怎么用？放个西夏，使用别名，哎，怎么突然往 Area？ 对啊 ，Class 呢 ？Area，
也不能说太厉害，还是运气。这个啊，丁二十六啊，是这样吗？没聊 import statement 啊，我们这是没有 import 陈述句的时候这样用，有的时候是 import system 就 deem as new 啊，这样嘛，也是用 deem 嘛，这么快就宕机了，阿弥陀佛，暂停，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定 word 的啊 ，WD 24 Microsoft Office 啊，然后 WD 在下面，这不行，不行啊。哦，这要类别啊，它是一个类别，可是 namespace 哎，Alias 啊，好吧，我们还是乖乖的哈，全民的。这样还没有东西，有了吗？就慢而已。Open， 这样就好了。你看它原来是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就好了啊。也不要什么 visible 啊 ，feature install 这个干什么 ？inspiration by document open 就好了、然后你要设一个 document 好啊，你就定那是什么 ？doc 哈 ，doc 尽量不要用。Document 怎么没有呢？Document 不能 set 吗？可以定，直接定，然后定这样，没有这样定，一定要是在私人指派陈述室了啊！Document 等于 open 嘛，对啊，然后像它这个是什么 ？KK 3，那我们就用一个 test， 我们一样，我们用我们的那个开发的 programming， VBNet。C 加加这里，然后我们这个就 VB 内，这个 VB 内哦，到底全名是什么？
那这里是说 VB 内，依旧 Basic 内，都是大写。好吧 ，VB 内。一个 test file， 那 test file 我们就放在 C 下面，啊，这样它一定有 C 槽嘛，啊，它有 C 槽，我们新增一个 word， 然后我们把一段岳阳楼记，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哈，贴上去。我说大声无量寿，下载为 Word 档哈。下载。心经好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嗯，那起我们破了也可以。泰国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文件。那我们就吸心经。这个没有初始化，所以不能开。啊、嗯，document。哦，这里我知道了，用一个 new 就可以。啊，不能哦。失败可能是硬，来，我们先侦测看看。
开始建制。好，那这里都没问题嘛，所以这个打开了。他并没有了解，所以这个还是这个问题，所以要定。DOCS 等于还有一个执行的范例。Object， 那是 Object。它的初始器是这样，难道真的要用 Create Object 才行吗？new 我还不行，new 哦，无法在界面上使，还是界面。它是一个界面，界面要实作 ，document， 哦，真的要用 create，OK，、okay、不会吧？那这样我直接用 document 就好了，就不要用这个了，接 object。有必要。啊，已经开了，对，然后开了，得到这个的时候 ，DOCX visible。visible 等于 true，你才看得到它，然后截取一段文字，它也没说是要截到哪里去。找到特定并解除该内容，已经得到这个 DOC 了，那就是 with DOC 就好了，这个是 DOC 的，这居然是方法，然后那个。找到特定名字 ，fine， fine， execute， 对，找到特定名字。
找到特定文字，其他的他应该会了，我们就，然后并截取那段文字，并找到特定字段，并截取该段内容。哦，截取该段了，找到了，它的 range 就会改变，所以我这里还要定一个 range。Found range。Found range 等于，它会传回 range 嘛 ？function find a spooling 哦，啊，它传 spooling， 啊 read only， 我记得它找得到找不到是没错，可是它好像也会传，它会改变目前那个 range。把它设定成这个，然后这一段文字就出来了，然后截取，console point 是 console read console read 还要 output。从标准输入流读取下一个字元，当然不是，那这个是还有什么 ？Console write 对，Console write 还有那么多，而且它一定有那个 string 对，我只要加 found。Add tag， 哎 ，found range， 二十 Microsoft range， 把它值传出来就好。哦，这里竟然有错。所以它这个还是 range find 还是，可是我记得 range find 它是 true， 它会改变那个 range 的地方啊。range find。奇怪 ，find 我记得 sq， 这不用 with 啊，好像用不到 with。Document range find， 这应该 range 等于 range 应该是这样啊，然后它等于 document range 啊，这个要往下。因为要先得到它才能用它初始化，然后用它来 find range 的那个传回 true form 不重要，可是 range 的范畴就会改变。
过了，就这样。这个如果有找到的话，找到了字串，然后呢，我再把这个 range 提取它的 paragraph。把那一段文字，应该是，果然他这都改成那个，paragraph 第一个。我相信没有这个。这个是少了，哎，没有。Console write, found way。就算是没有产生。他把他所在的paragraph 第一段传回来，没有产生值。奇怪，我没记得他会改变他的 range 哦。传回是 boolean 值，可是我觉得它会改变它的 range。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啊，找到了，好，找到，好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好吧。我记得曾经是这样吗？if 他找到的话，那就把 found range 选取起来嘛。把它选取起来之后，然后就把现在的 selection document 目前文件的selection 作用中的视窗的 selection 的第一段，然后第一段，所以它还是要原括号嘛，对啊，西夏还是用方括号 range text。印出来，好，对，这一段整个都印出来。那我们观自在菩萨来执行到这一段，一样是 Ctrl F8 执行到游标处看看吧。完全正确，太厉害了。就绪而已。真的完全正确。哦，那执行下一个。印出来了。哈，对，整段印出来。那当然就结束。好了。哇。看到没有？我没有学，好，成功。
Ctrl Y 哦，把它的多余的段落拿掉。好，那我们只要改一下这个文本就好了。哦，他竟然给我储存，他都给我存在哪？我都不知道。你要看看，你要知道你存在哪，按右键，这里有档案总管开启。Temporary 啊，还没有真的出生，还在 Temporary 啊，再看一次。等一下指定路线，我们存到我们的 V 那边啊，就是 C 槽里头。APP 的资料，然后本机的，然后在暂存的这个专案档里头。那这个我们可以传到 GitHub 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用。哦，那竟然是这样。来打开，可是我是要上传。啊，听 Mirror。GitHub。登出。不登出啊，这是2017啊，中文版。那我们这个要，竟然忘记了。Program Farm。对啊，那时候他是说怎么给他，从不是建立嘛。哦，真的，哦，按键 ，GitHub 可能不是这个东西，存放私人存放，对啊，应该是这个，剩下，然后定了那么多，最后记得把它。Nothing， 把它还原掉。End sub。释放记忆体了，放成好久，这个就不用了。这区域变数它自然会死掉。这个都用不到。这当然要用到了就是。所以这里其实是用 get object 简单明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用 get object。什么冗赘的程式码？好，大概是这样吧。这不对啦，不是放在这，我们弄错，我们一样写到我们讲义里。虽然这个不是几句，不是。就连附件一样，那这一样，这个我们用 Visual Studio Code 啊，试做这个。
程式吗？这个我们存起来，全部储存，它就会叫你指定。现在第一位当然不能用了啊，就到我们刚刚 V 那里建的那个。哦，就是这里。先到 V 去，等下再回来那里就应该就没有了。V 内，建立新的 GitHub 存放库，好吧？试试看，要版本嘛？那看可不可以传到 GitHub 去，刚好我们这个讲义里头有讲之前我们自学的啊，如果传到 GitHub 啊，那你这个现在再回去，刚刚的目录应该就不行了啊，还有没有删掉？新增资料夹检视啊，本机存放库。这是从 GitHub 名称描述本机路径，应该是这个。本机路径这个名称，选取 Word， 并从中截取字串。不对了，这不好，这个名字也不好。唉，这不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应该是我关掉重取哦，可是其他又不能直接这样重取名，随便了，随便了。啊，当初怎么选取 Word 的呢？读取啦，哦，读取，不爽，我要开新档案，复制。原来删掉，主控台应用程式，然后这个先读取 Word， 并从中找到的字串截取
开段文字，对不对？读取 Word 并从找到的字串截取开端文字。再把这个贴掉。记得，你看它会出错哦，啊、哦，对不对？没有参考，在新档案中躺上 Office， 然后不用产生新的类型，出到不必要这个不是，啊、哦，这在复习是参考，这里要加入参考 ，CON 里头，你只要类型程式库最近使用的就可以了，最近使，你没有最近使用，只要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啊、哦。引入参考这个就没问题了，啊、哦，把它储存，对，然后把原来的删掉，啊，应该都关掉了。竟然还读取的。你看还删不掉，没关系，现在。那我们刚刚测试的档案再试一试。有时候关键在警察平常照用文件设例子，设不易空，空不易设，设即是空，对不对？教我们的，或者给他规范一下段落，你觉得是不同吗？嗯，可是一无得一无所得故，对不对？有恐怖远离颠倒那难，穷尽涅槃三世诸佛一般若，故知般若。哇，他也不能直接储存低嘞。哦，怎么样让 Word 可以在 D 里头存？嗯，先复制看看。哇、哦，真的不行！好吧，我们乖乖存到文件，然后。对。真的这里不能存吗？用覆盖的方式吗？哎呀，构建哈。好，先用复制好。啊，你如果西槽也跟我这个一样，你就在别地方测试了啊。反正自己看要开哪个档，这里改了就好。你看。开始 ，Ctrl F5。哎呦，竟然有错误！哎。刚刚为什么都可以？啊，哎，有啊，点破了、啊，都是照抠的、啊。
这个东西，对啊，《F 心经》啊，我就是我那个这个有问题啊。好了好了，好了，我现在没有 D B 呢。我改成 V 呢，我播完了，我就怕它是不是这个就没办法开。一样，执行到这里 ，Ctrl F 吧。还是不行。V 心境是有的，嗯，为什么？那刚刚那个为什么可以？然后就搞不懂。还好刚刚都没有砍掉。Ctrl F， 去，哎，果然，那为什么刚刚可以哎？这里为什么要 get 不到 ？import。啊，哎，对啊，是这个 Microsoft Office 加 Word 没错啊 ，import 没有 import 也不可能这个用，哎，奇怪啊，那刚刚为什么成功 ？Thank you。Qon class 竟然是index as object， 这个是参考到哪一份文件呢？并不是给它初始化，啊，它又不能用 new， 对。要有一个实力，
哦靠！我怎么会加引号欸？Oh my god！ 怎么会变这样呢？竟然那么粗心，拍谁啊？见笑。啊，事情到这里，哎，丢脸啊！啊，好丢脸，好丢脸啊！那我刚刚为什么那个会变那个体系？啊、哦！哎，再回去，回去，我回去吸吧。嗯，因为它不一定有，它不一定有那个，唉，变数就错了，不愿意动嘛。去了嘛？嗯，心经，嗯，哦，竟然是变数错，真是丢脸。这一次反而可以关掉、嗯、这里怎么会变，我什么时候改成这个了、啊、建制成功对不对，这也跑出来啊，你可以看到它悬起起来了对不对，这一段究竟涅槃，对啊，只不过他怎么会在这个后面？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以无所得的故，被这个安任意见继续盖过去了、哦、然后为什么感觉他跑两次啊？没有。这个有一个办法，就是，嗯 ，console read， v9， 你这样按 F5， 它也会停，明白？再按一个 Enter 就结束，再一次，有吗？然后 Enter， 一无所得，啊、嗯，他写完了那个插入点还在最前面，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改了，所以他那个只要你按 Ctrl F5， 他会把你盖过去。一无所得故，你看我是不是？对啊，这一段就是一无所得故嘛。嗯，好，彻底成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按 Enter 就结束。我们怎么把它？嗯，记得最后要把它，看你要把文件要不要关掉。嗯、如果search chain， 加 object。啊、如果要关掉，
关掉文件再执行。哇，怎么那么慢呢？对啊，那么可以看这整段工具到底处理多少时间，感觉蛮慢的哦。哦，我 Enter 又关了。好 ，Perfect。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送到 GitHub， 那应该他要装 GitHub。对，我记得档案好像档案传送到 GitHub。嗯，对，好像一开始它会在那里，所以它这个是 extension 没有。扩充功能，好吧，哎，有啊，你好，我是 extension。嗯，那就是怎么传到 GitHub？ 如何把这些状况放在到 GitHub？ 嗯，你看有这个就很方便。On today's visual studio toolbox, we're going to see how easy it is to bring with public repos or private repos. They are private repos. You want to bring the GitHub, you know, the prime, you know, for all complex. We said 23 server, but it's really different from same thing. Just released a few weeks back. So what you see is right on the setup page, you know, we have an option for you to connect and download and work with GitHub. That's the Suite 2027. What I've learned about that is in it, it's from Visual Studio, you have, solution to source control.原始档控制，认可。可是他这个不是在 GitHub。我觉得还是这个，试试看。将会成为，对不对？对吗？这没错，这是 read from board and get the content.S-O-U-G-H-T Get a content of a source、它不支援中文、Read from word file And get
the context of so. So 应该就是这一封请求，应该是不及物动词吧？啊？这动词过去分是、啊？管他啊、嗯！这个才是这个。这才能接受中文。本机路径是这个。给忽略就是这个。授权是 no。试试看，你承认复制、嗯、安装这个就先不要了，我们还没那么好。那你现在就可以到这个我们首页连线这里，什么原来是我记得在哪里可以到我的首页去看呢、啊、现在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上 GitHub、哦、分支开始读取，他们开启是他的开启，你在规划上面看奇怪，此存放库不在规划吗？怎么会？将会正读取 Word， 它不是一号。这也不能改名字，将会为您接令这个这个字推送。将会为您接令这个，就接令这个还得嘞。你看我这个应该已经有没有？刚刚那个在干嘛？建立有啊 ，inform call。它只是复制而已，嗯，那我们这个就不要啦，此存放库，
否则就看我要复制这个过来啊，还是那什么也没有啊？微命而已。他也没有档案，更没有资料夹。哎。刚刚建立的不是对的，描述发行，试试看啊！既然是点这里就可以，已成功建立存放库。它变成 Word Control， 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在 GitHub 上面。改名字要到这里 setting。Already is it？ 所以我要把这个删掉。留在最下面 ，Danger Wrong。删除了，再次，哦，就好了。对，也有了。这个才有资料嘛。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对马九万里了。哎，为什么还是错的？哦，这里改了，还没有推送。真的很白痴，刚刚怎么会变那个嘞？那我在测的时候就没问题，什么时候给他白痴给他改成那个，这样就对了啦。哎呀，这个几分钟前，24秒前嘛，对呀、啊，受不了。好，这样 C 下牌也 OK 了我就把这个给他就好了。他这个会说有一个复制。star， 所以我们也 star 好了，然后复制 workshop， 倒是没办法，然后我只要给他这个就好了，看看这个，然后把它设为 b
Bitly， 然后这个就可以。VB 内，哎，可惜这个语言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file 没有给他，没有给他新进的那个，我要暂停一下，这一集也到此为止。可能我们时间就继续录了，我要把作业做一做。那个因为有关人家隐私，回他把链接给他，脸书可以给他这一集的时间秀，他就可以看到。怎么少说这个？好，少作业多念佛啊！以后我们再最后测试一下啊。这个心经就给它放到那里头了。我不要占我这个位置。否则我给它改一下。比如说，读取的档案在这里头，放在它的子目录里头。还要知道抓他那个子目录，算了算了。我要看那个，fine up your fine。
信心在这。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哈。各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哈。下礼拜就中秋了嘛，礼拜五。这个昨天我们那个，我睡觉有的雾的。所以实境就很好，反正我们这个没有当的话，应该会录起来。我看了脸书那个，有些没有录到。我们都在乱撞，第一个撞什么？这个是界面 ，interface。什么叫 interface？ 你看一把钥匙，就表示它是一个类别，不让。前面我们不是才学，你看现学现忘，你就知道以前错误的观念怎么。就像我教国文，学生都不肯把以前错误学习的。的方法或者观念，甚至知识结果，放弃接受正确和新的方式啊！一般人就像以前政治上的改革嘛，要维新派总是或者改革派总是吃亏嘛，守旧势力还是很强大。那你昨天你看我们那个路啊，然后结果我睡觉，哎，不是我们才刚学，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西家家，我们类别你看我这个都还在啊，我们。这个还没有，对不对？这个还没有关呢。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就在学一个类别，然后它界面就是非类别的成员，可是又跟那个类别很有关系的，对不对？就是它这里，哎。你看，定义一个在外面的，可是 close class close a member function， 你要还是啊？所以那时候都忘记了标题，所以它外面。它虽然在它的 scope 外面，可是编译器还是会认为它是，宣告会先编译。对啊。就是说那个类别里头的变数不需要先定义才能引用。你看 define function to it。 他才说这个我们再来再去。这个啊，我们到这了嘛？那这就是界面啦、啊，定一个非成员啦、啊。对不起，它是非成员，可是跟 class 相关，这个就是所谓的界面嘛，对不对？那不是在 class 里头。你看我们实境秀，你也看到了，碰到这个界面，它虽然它是 VB 内，它不是 C 加加，我相信都类似。界面就是这个物件，它原来是一个物件，你看，它是这个物件的界面。哦，这个东西是个界面，打开，然后这个东西呢，你看昨天是这里有问题嘛，界面，那它这个只是告诉你说未使用，哦，这未使用而已。那我们这里假如到像昨天的那位小姐她用的，她是用 open。
们用 open 的时候，它会提醒你什么？变数到失败之前，你使用该变数，所以你还没有指派，就已经先用了，对不对？可能会在执行阶段发生 known 参考到 known 的例外状况，可能的修正按 Ctrl Enter 就可以了。我说定，哦，是哦 ，Disable Line， 我还可以这样。所以可以加上这个，就是让它不要出现，这个我们还不行。那现在来了，重要是这个我要讲的。那既然是，那你要怎么指派它？它是一个界面，界面，你可以点一下它去看它定义。嗯，它宣告这个 interface， 来看 interface 没有 ，implement phenomena。是做这个，所以它是一个集合。它是一个集合，所以这是 namespace 嘛，对不对？整个 world 是一个 namespace library。Argument， 那它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你不用管它，这就是我们现在是类别的使用者，对，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这个，我们在用 VBA 的时候，像我这个程式最常见到的 VBA 的程式。我用系统就会，那其实这里就是宣告一个function。我记得这里可以宣告一个 alias， 哦，是这样，所以要用别名，可能就是要用宣告。Area， 它是用 Area 来表别名。VBA 是这样 ，VB 可能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可以回来这里仿照 ，Declare， 还没有 Declare， 它只有 Declare。Delegate 委派，我去 ，namespace， 啊，去。所以它反而没有 declare， 有啊，好，它 function declare 只能宣告 function 嘛。Space 嘛，那是不能这样，要慢，只有慢，目前只有慢。
宣告一个命名空间的。这也是 class 而已，我们是被我们昨天有那就不要那么长，有 import that's new。Using area. Oh, 直接这样就好了。昨天没看到这一个。这么简单。在这里都可以改成，你看，你可以放个灯泡，来帮你改。一出不必要的贿赂，怎么可能不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有参考了，大概就是。不用汇入都可以，因为我们已经有参考。哦，那只要没有参考的话就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参考移除掉，试试看。难怪这一行为什么都是空的。就会死啊，对啊，你可以用 WD 取代。因为你没有，它原来是加了这个，对不对？哎，一样啊，用不少，真的可以不要它。因为你参考了，可以不用 import。哇，这么好。import 的话，就是为了写 WD 才要。把这个全都改成 WD 就好。用整个方案嘛，那个目前文件就好。用这个也可以了。Intel operation. 所以这个参考这个。
好，这是第一个啊，引用别名。Alias。来了，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集合嘛。那你要怎么给集合初始化？如果我加一个，不要 open， 我加一个 add， 对，那它参数都是预设参数。你看中括号划起来，它传回的是一个 word document。你看它 word 都已经被我们用别名用掉。那这里一样会说，还是会，哦，那怎么让它初始化呢？我现在用它这个界面，怎么让它初始化不会是 no， 又不能是 new， 因为那个界面是不能 new 的。Document 是 word document， 我们用他昨天那个例子，他是用document开的，是不用那个了，可是这个好处是你有一个物件了，那就不会说是发生弄的问题。那用 open 的话，这里就是我们的 file name， 对不对？然后让 duck 等于它。现在只是这个问题。显示可能的修正，它确实是隐藏。它的错误隐藏。好，今天早上就先这样吧。开始建制。再来，我这里我想要做一个，就是啊，建制参考。你看，未将参数参考物件参考设为物件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docs 等于 nothing， 对不对？所以没有初始化，以前都看不懂这个什么意思。如果这样套用呢？不行啊，你用一个不合格的就是有问题。情形发生。
这个要说明一下，就是Right line 和至于下一行所以他这个问题就在这，他可能一直找不到问题，就是怎么继续写工就在这。所以要如何让 document 初始化，那怎么用？是要用 object and add it to document， 对不对？一定要用这个去 method， 这个是加入新的，加入新的。所以应该是 docs 等于你看，这样就完全初始化，对不对？只是用它的方法，所以现在都没问题。对，加入一个新的文件，你才能用它。那我在想哦 ，WD 它可不可以有一个 open？ 没办法 ，document open 一定要用这样看。documents 才有 open， 就是你要设定它一个物件变数才能。哦，也是一样。应该是错在这里，所以他们没有，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才能 APP。新增一个 Word 实例 Document。对 ，APP， 这个才有，这样就 OK 了。不行。昨天决定 ，what's new？ 类别怎么给它变成？对，这样才对。因为我已经给他一个 new 了，你看没问题了。把将类型对了，这有帮助吗？没有帮助。这是 open， 这是 document， 就还那这个就是用它，对不对？用它。来传回他这个物件，然后给他初始化，对不对？这一行是多余的，刚刚忘了删。你看，Use document property return document。好 ，and
initialize the dot.上应该不会再有错，变数都保出来就 OK。再用它来初始化，啊，常会是。为什么完全没有作用？我们执行到这里 ，control 也不怕。F8， 下一个。打开了之后，为什么卡在这儿？那为什么不继续执行？看我弄了几个 word， 那因为我们刚刚是用 new， 所以要它可能会跑出很多 word， 要把那个多的我把它删掉。你看，哦，看到没有？所以它不是不见，它是开太多。开那么多，所以这就是你就看到那个 new 要给它弄掉。要结束工作，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心经它都没有开哦，都没有真的关。你关了。好，我们结束。哦，new，它 word 可以提供很多的执行个体。那你每次 new 一次，它都是一个新的执行个体。嗯，所以程式当掉的话，它不会清掉，很麻烦。所以你最后一定要先 document 奔那个之后，这个要给它浪费。那像我们现在没成功的时候，要注意。那这个大可也可以给它浪费。就把它还原掉。嗯，现在我的 WinWord 都关掉，然后关键是在这一点上，执行到这一点，你就会不怕。
这个前面再加一行检查。嗯，就现在 F8 你让它开了它都没有反应，我这里已经有一个 Win World， 这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它会变成开了之后它就好像动了，这个其他没有反应。即时印象看可不可以把它 APP 给它设成 Nothing， 执行模式，终端模式呢？它就是停到这里了，对不对？这样，这还没有开，所以不能用这个，这个很危险。APP 让我们可以手动开，你就让它可以看到是 true， 它等下都看不到。那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中断吧，中断的话，我们那个 Word 要应该死掉了， Word 就要自己删。我们的低潮已经拿走了，就现在它还是卡卡的，就可以知道。应该跟这个没有关系。执行到这 ，Ctrl F8。看到 Word， 我们今天是要把它打开。我的是空的，打开门要把它打开，有可能那个是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方块要等待你回答，然后回答了，接下来就正确了，好吗？那将你这样关掉的时候，这才不会有问题。会吧，关掉了嘛？对啊，我们可以手动关掉。
维摩尔就没有，所以这是正确的。它只是会跑出那个方块，那个方块我还不知道怎么样用程式消除掉。是才能继续，对不对？所以就不必以上从这个掉了，这里其实可以省略掉，那你直接用这一行取代就可以。其他的不用，这其实也不用显示，最后再显示。我是怕它断荡掉，手动关掉 Word APP。 那么多其实就用这一行就可以了，再试一试。它会先显，现在在显示 Word， 对不对？印出来了，因为被 Word 遮到，对不对？就是这样没错。现在按了 Enter 就结束。再试一试。End 完了，它会交给使用者，因为它秀出来了，就是交给使用者。执行程式，程式执行完它不会关掉，你自己要手动关掉。这个坏处就是会开很多 Word， 你要记得把它关掉。对啊，如果有用到这一个的话，最好是这样。就最好执行此行 APP quit， 然后 say chain， 再拿 say， 我没得看，然后 say 不是这个。
What is the option?哎，这个房子不能用。我记得它两个是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未宣告。哦，我知道了，你知道这个错在哪里？对啊，你要加个 WD， 因为我已经改名字了。对啊，你看，那好像这样，嗯，啊，那欠的是，嗯，像那这个一定要显示出来，因为怕它宕机，只要确定不会的话，你就不要显示，那一定也是要把它关掉，啊。可是其实你不显示的话可能直接 nothing 应该就可以。我们来看一下。没有 window 嘛。没有 winword 就 word 嘛。word 这个程序名字叫 winword。嗯，现在在开 word。最后它会关掉嘛。执行完了它会关掉。对不起，他在等我们那个 Enter 完了，他才会关。嗯，关掉，嗯，嗯，所以应该是在这里读完了就可以关了。读完了关了，这个可能会没效。Selection， 所以一定是最后才能关。是。被遮住。你可以这里的话，不想你给他 mini 吗？你可以 window mini 吗 ？window stay。window stay。这个嘛，长值都是这个等于的 ，minimum， 那就不会遮到别的了。你看，我们用了别名，你知道，假如你没用别名，这个就可以省略，因为它直接灌这个。用了别名，你全部搁到前面，剩下别名。那我们再试一试，就推上去了。那这一集就到此为止，我们就专门做这个，你把它弄清楚。比如说这个界面对不对，怎么给它实作，虽然界面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可是至少跟我们学习加加是有关联的。三个钟头也可以了。哦，既然有错为什么哦，是哦，没有开启文件，这是我文件的才，那这个总可以吧？我们把执行行移到上一个，不行啊。好吧，那就 auto break 吧，姐，那直接是。那个对，这个是城市的视窗，这种是 OK 吗？嗯，所以也表示我原来对那个 Active Window 不熟悉，所以现在你也知道，原来 Active Window 是有开文件的时候，它是指那个文件的视窗啊，作用中是啊，那这个是城。应用程式的视窗，那这个我们可以关掉，因为它刚刚宕机，它会开一个新的 Word。你看，麻醉小号，是不是？嗯，
其实我们应该给它最小化，再把它秀出来。对，结束，把 Word 也关掉，对不对？我关掉，对不对？这样就很干净。秀出来这两个我们刚好颠倒，先把它最小化再秀出来，看看还会被遮住一幕。我这样闪一下白了，不会了。哎，不是，现在还没开过。开了吗？还是会闪一下。你看，你最小化再秀出来，它反而会给你遮住。也不对。那你这个按 Enter 就会自动把 Word 关掉。那你刚刚有用那个什么 Word 就关掉 ，Word 就 Quick 结束。我这个卡卡的，现在不知道在忙什么。再来，所以这个不行。啊，先 Visible 给你出。再最小化分两段，好，这个我们推到上去，上面去。你看昨天用那个 GaseObject 就比较简单，对不对？今天用这个 Open 的方式就比较啰嗦。那这样我们储存推送到那个就好了。就军舰，可是危机很大嘛。再来，我们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值对不对？只要不对，根本就不要执行。检查 document file， 漂亮。DIR 就可以了，一般用 DIR， VB 里头用 DIR 啊，检查那个 if DIR， 其他都是中括号可以省略。这可以加的了 ，W button， 那是 G button， 遮住了。button。WD 难道不是 WD 的吗？啊，
V-U-T-T-O-N. Message. Default button, 这是 default button。 这是 default button。 这是预设的。诶，那个 button 没错啊。 Message style。 哦，那是 message style。Button 的 message style。 Set foreground reading high right。 Style 怎么那么少啊？对吗？这样不对。 Critical 产生错误的物品，然后Is there sub？ 对，这是 sub。 就要找不到档案。找不到档案是传为控制串。你看那个 VBNet， 它就会用一个等于，对不对？ C 语言要用两个等于，表示比对的相等性的运算值，就他们语言不同的地方而已。注意看这里的 word， 这样会关掉，对不对？都关掉了，再检查一次。我的确实没有了，记忆体还在，没有完全关。啊，刚刚我们，对不起，刚刚我们有宕机，对不对？对。刚有宕机，这个留的，然后我现在先，有没有这个 new？ 啊，这个 new 就不要在这里，可是我怕它其实会先 new。照理说，它应该是，就像我们那时候写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写这里？有没有？它一定先执行完了再执行这个。有时候它会先宣告，那就没办法，还是会 new。new 的话，它就会创建一个 word 程式出来，看看，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没有用 quit， 你想看看，对不起，前面那个 也应该不能这样，我觉得它应该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执行是正确的，这移到下面写，我是怀疑应该是没有用的。我们执行到这里看 ，Ctrl F 八。要检查那个字串，你看它现在 Word 出来了没？真的没有哎、欸，所以它跟 VBA 好像不一样，它一行一行执行的，还没到它，它也不会出现过。那我们继续逐步执行。这时候才有 Word 出来。就还好，
如果是逐步执行就 OK 了，没有问题。啊，这一样 ，if I st。重新指定，对不对？我们先测试这个，那一样我们执行到这边为止，执行到这就是还没到那边，那应该 Word 还没有创建出来。不要怕，这个声音是我们的那个。可是他竟然秀不出来，只有声音，按键起身，哎，有了。他还可以遮到他。哦、没有寻找自然，请重新指定。啊、离开他 ，Word 没有被创建，对不对？那就好。Winword 没有出来，所以他真的是一行一行做啊，有了才宣告啊。然后这个方块有一个问题，什么？要把它改善。这个 VBA 跟 C 不一样的时候，它换行好像要，哎，不用啊，哎，直接换行就好。这 button 要加的。VBA 就要加那个连字串那些，这个是 button style， 然后啊，这里要加一个。APP model 就是强制回应。然后还可以在最上层看有没有最上层。还有一个是在最上层的，应该就是 model。对啊 ，model 就是叫你强制回应，应该是在最上层，这样就不会像刚刚被主控台被遮住了，肉身。Model。来试试看，这也一样。啊，强制回应，它其实本来就是强制回应的。为什么这个又不行呢？第一个又可以。Pretty car 不是 model 的成员。因为我们不小心把 L 弄掉了，啊，有没有？让它不会被遮住，哎，还是会。嗯，这个没有用。再检查一下，不要跑出 WinWord 的程式，不要跑出来就对了。我到时候你就塞满你这个记忆体，你都不知道，你不开工啊，工作环境不知道，你有些程序它根本都还没被清掉，所以这个没有用。它应该是一个，其实对话方块应该就是跳出式的啦 ，Critical Default。就是告诉你预设的 claim information help right reading， 就是，我要喝了。Cancel all requests. Retry.
cancel system model.没办法，是最上层的。我们用 Tab 去搜寻，没有。Tab most， 对啊，应该是不行，他写的 Tab most， 所以上层叫 Tab most。应该 VB 才有这个 message box 是还是？我还没登录，怎么就可以投票？这位先生竟然拿到那么多积分，登录机制有问题。莫名其妙，那应该已经登了。Message bar show。这不是用它这个函式，对不对？它这是另外一个方法，类别，它用的是这个。啊，他是用那个表单当做他 message bar I'm on top。不行，这里不行，这是另外这两个不一样吗？现在啊，可是他要用，他用的是 message， 嗯，这是西夏的，难怪他得分。这个人问问题还蛮诚恳的。那我们就用这个吧，还要用，顺便玩了，既然这样。Phone 的话一定要用那个，要引入一个东西了。对啊，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行？因为 Phone 啊，它要引入另外一个东西参考，那就更麻烦了啊。那未定义，不用了，这样就好了。啊 ，Phone 的话你要加入这个参考，或者可以直接引入吗？因为我们是主控台的，不是 Microsoft Windows， 不是 System Windows Phone。它没有 Windows Phone， 它只有 Windows Input。这里还要再加入参考，Windows Phone。
应该是组件里头吧，可能是组件。对啊 ，System Window Form 这个，你要加入这个才行。加入这个 Window Form。我加入了，他这个好像不接受啊，对不对？其实我刚刚没有按到，真的没有按到，没有打勾了。该不会是不想有了进来？没定义，引破就可以了。我们有引用，我这时候才能用那个。然后这个又message bar， 来 show， 还有那么多重载，第一个一定是可以调它，设定它的那个表单，作为，对不对？就是这样，啊，这个 form 要 time most。这个就改写成这样。要什么 caption 是不需要的，button 要，button base， message button。那是不是 time most？
看没有几个。icon 怎么会是变成16？请重新指定。它变成那个了啦，它变成提示文字了，它转成文字去。可是再加一个逗点，它又没有。icon 啊，这样呢，指名应该就 OK 了，也不行。搞 icon 的只有这一种，这个 text 然后 caption。同一个是 caption 的，哦，这个应该有啊 ，owner 有啊，这个他要12345个引数嘛，12345啊，这个五个一定要是给。icon 哇，算了，找麻烦，这样吗？啊，跑到，哎呀，他也没有声音，哈哈哈，对，我们还要自己定声音。至少它不会被遮住了，它一定是全部的最上面嘛，最上面一层，怎么样都不会遮住它。你看，怎么样都不会遮住它，因为它 bones。先这样哦。最后给你一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想心是亦复如是。
电脑竟然慢成这样。什么设立子设不异空，空不异是设计是空，空即是设计。设立子是诸法空相、嗯。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档案还可以改一下。这断句没有断好。应该是这样。哎，这样对的。分了一段，这样就短一点了啊。嗯，这个把它改过去，看它会不会接受，应该不会。我们要另外传 GitHub 啊，这种档案好像不会上 GitHub。没有了，所以我本来还以为是我那个低潮坏了影响，其实也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么忙，啊，哇，真的太忙了。设计是设不一空，空不一的设计是空。好，可以按 Enter 再解释。最后再检查 Word 都关干净了哈。推上去，把 Q 按 Open。因为我们变更不止一个，哎，该不会他连 Word 都推上去了？我这忘了这个。为什么又不能点开呢？哦，是这一个。
他原来是用 open 的方法来泄露。哦，对不起，啊，你要有隐私啊，暂停啊，阿弥陀佛。我们这一集就到此结束，刚好三个钟头差不多。我还要上传给他。哎呦，啊，少造业，多念佛啦啊，阿弥陀佛。